剑枪盗戒，盗戒吧，去打盗戒。清卫城，功法挺多，垃圾的全丢了。永宁州传送符，云墨州寻灵符，木仙州，清卫城，客栈休息一下。哦，我现在还刚好还有力大无穷。涨水盗戒，剑枪盗戒，我这几个盗戒全都要打满是吗？全都要打，最少那些灵石最少要到1000。到1000？什么到1000？一共6个灵石，6个灵石都得到1000，你才有几率能弄出3个剑的道，是吗？3个灵石到1000，我操，还能悟道。我第一轮挺轻松的，打第二轮就很费力了。枪法伤害提高40%，所有单位在受到伤害会被缠绕4秒。你看这个词条上一共8个，你8个最少得有6个以上都是剑，它才是100%。剑什么意思啊？你要的是剑词条，你看你左边那个是红色的是火，右边那个是拳。对。每消耗一次，每随机的，它会随机出剑的，你要这一共是。那怎么办？对啊，所以说你要8个词条，你随机着。所以你要底下那6个石头要最少1000，一个最少1000才能刷出一个道士来。哦、就需要这些材料了，然后来再来打这个是吧？那简单，道界石我看。简单？简单。哈哈，哦，简单。一个2000好吧。怎么看是剑还不是剑呢？左边第一个就是剑了。你看那词条右边有一个图形，图形剑啊雷啊什么的，这刀吧，刚左边那第一个是剑啊，为什么又换来？不好，这个无所谓的，好不好无所谓吗？嗯，他只是，他会只会给你一个那个道运吧，那玩意儿，这玩意儿是不加那什么不加属性的。我刷了那么多都刷不到剑。对啊，所以说8个词条最少刷6个。刷了一个剑。全部刷剑有什么有什么好处呢？100%啊！
100%是合成。它成功率以后，它那个倒晕，还有一个，还有就是你突破的时候是20%多少？哇，这2000就用完了？对呀、啊，加2万。所以说嘛，不用仙缘的话，这个游戏最少一个月你才能。要玩一个月。确实。一天要打一天就行了是吧？你们打过吗？打这个道士刷了一天，24小时。直接开剑诀。他们说的是用仙缘只用一天。就是昨天他们那个仙缘不是没更新嘛、嗯、可以用一击必杀的，然后就是就材料昨天是没有的，所以他们这个剑要到多少呢？剑要到多少？最少50以上。右边顶不用刷了，你都是剑就行。不是这个数字越好越好，越多越好吗？不是吗？你可以试一下。会将使击杀者的移速减15%。当康。打单独 boss 还好打一点，妈小怪好难打，是吧？打完这个就可以悟道，可以悟道了是吧？突破。要打三个，你要打三个剑的道具，还有那个词条，那个剑的词条只有6个。剑的词条只有六个。两个十的，对，2个5的，2个10个，2个15的。那我其他词条要什么呢？所有单位的技能弹道速度减20%，前三次必定暴击。所有单位在使用技能消耗灵力也会耗6倍体力。这什么？这有什么用啊？所有单位在出现时有3000的护盾，这些都是给怪用的。给怪用的吗？嗯。技能冷却5%吧。6个剑的词条，我已经有了5个了。它中间合成率100%是可以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他合成失败了，他要重还要重挡是吧？不能独挡存档这个。也不能独挡存档，还有你已经100%了，不可能合成失败。盗魂60%，哎，100%了，合成盗魂几率100%，不动了是吧？那就行了，就行了，这就可以了。它是优先最大化的那个，你那个剑盗剑的话是55。37万血，我操！打 boss 还是轻松啊？合成盗魂。46个二品枪灵果，每个都那什么里面都会刷。现在剑，你看一眼，你剑的是100%吗？剑是100%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一眼你的剑的道魂，剑纯度属性剑100%啊。啊，那就行。剑火风，打三个剑。我打三个剑的道魂。悟道境呢是有一个技能，技能就是你的领域，它的领域是你的三个属性，比如说那个剑火风是一种领域，剑剑剑是一种领域。那我现在继续打这个，打这个继续是吧？看你啊，你要想玩剑火风的话，你就去打一个剑，打一火，打一风。剑火风？对啊，悟道境它后面是有一个领域的，领域是一个技能。那我现在打什么呢？就现在打火。看你啊，你要想玩剑剑剑的话，你就一直打三个剑的倒印。对，我就剑剑剑。那就打三个剑就好。哦，我就继续打这个剑。它就是给你个多种选择而已。我就剑。那继续打这个倒剑。剑。知道知道。剑法一项，我要练到登峰造极，好吧？登峰造极。我倒是就觉得这个前面的小怪比较难打，其他的简单要死。把剑法刷出来，你要跟5条悟学咒术才能开领域，什么意思？就这个吧。我操！一条青龙路过，我操！青龙龙魂，就剑嘛，剑太屌了。
运气不错。哎，我操！我点错了，刚都洗到了。这跟网游洗装备有什么区别啊？区别是不要钱，嗯，你说的也有道理。但这个不要你的钱，他要你的命。剑法怎么这么难刷啊？我操，太难刷了。你刷个风的也行。技能冷却增加15%，我尼玛！怎么没有剑呢？哇！哎，出了剑，出现5秒内移速提升30%。红尘剑甲，直接秒。我发现我爆发值真高啊，开了红尘剑甲之后。每个带有流血敌人死亡之后获得一层剑魂，达到一定层数剑魂可施展万神剑。又要开刷。这里嘛，这两个枪就比我4个剑的属性要高了。移动速度提高20%，技能冷却增加20%。剑呢？来剑啊！剑剑剑！
妈的，运气也太差了。两个一起刷。不是最多六个词条吗？刷不出来啊。这两万个石头都刷完了，要。刷把剑吧，就是你中间那个剑的属性最高，它合成的100%它就是剑，不过它的那个纯度会不高。纯度会不高吗？对，你第一个是100%啊，因为是五剑嘛。那我现在还要刷吗？想刷就刷刷，不想刷就不刷，只要中间那个剑是35，它是最高，你合出来的就是剑道。哦，你刷风也行。问你吗？就刀吧，不管他了，手都给刷麻了，知道吧？手都麻了。对，我也感觉这游戏他妈有监听系统，你越叫什么他越不来什么。刚才无限出风要封剑啊，他封剑都不来。就感觉这游戏有问题，操！那我接下来刷什么呢？刷风，完现在就行了，就行了，不动了。过了你，过了。你看你中间合成是100%就行了，刷个风的词条或者剑的词条，再刷一个红的词条就行。只要哦，出了个剑。现在60%，你再刷个红的词条，最好是刀。60%神魂。你要刷个刀的话，它就100%了。这剑是50啊，它不出哎。50够了，那你就随便两个，哪个都行。表示颜色一样的，只要100%就行了啊，100%了，对，100%了，啊，100%就行了。哇、哦！河神神魂，然后再刷一个神魂，我就可以悟道了。还有一个悟道丹，又是一个二品枪灵果，怎么没有剑灵果？这也随机的，你先看那个你的道运是多少。
看什么？你刷的第二个枪，我的枪法都快超过剑法了，我操！刷的第二个什么？你的第二个剑的倒运啊，倒运里往下拉，咋了呀？上面一点，再往上，在那些石头，那些彩色石头，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刀锋剑，下面那个呢？剑啊，百分之百，都是。挺好，还差一个。差一个，哎呀，累死我了，继续。最后一个了，这个是剑枪道界，就是剑跟枪，他不出，不出剑。我发现我没有练力了，没有练力了，我操！真的，这游戏没有仙缘真的要干死人，有仙缘都要干死人。别说没有仙缘，没有仙缘你玩得下去吗？这游戏你们能玩吗？根本就玩不了，好不好？每个动漫强大的主角后面都是一个开挂的师傅。所以难啊。终于出了一把剑，唉！你可以一直打，打到第四个。哎，打到第四关，完了一下全出了以后，你都一下慢慢刷可以。我可以先关了吗？哎，我操，刚好出到剑，可以25。游戏名叫什么？修仙，修仙！我操，差点死了。这他妈，这把不会输了吧？打不过不会。输，输。哎，初蛋，你的分区还是怪猎？官方调的。哦。我直接我操，直接两把剑，我操，运气来了。天选之人。这他妈运气也太好了。
哦，一把剑。你直接点右键，点右键取消，最后再等。啊，最后 boss 了，最后 boss 直接秒好吧？等会儿再秒啊！等一下时间，风系神法龙卷风持续时间，威力冷却减三。加这个直接合就可以了，不用洗了。啊，那就可以了。这要是没有风系神法，根本打不过的。没有风系神法，这怪一过来必死。二品枪灵果，59个枪灵果，哇操！打了三次，全他妈枪灵果。没救了，我操！枪法自制620，我他妈修剑的，我枪法自制620。仙品悟心杀，一起双修。剑灵果，我他妈刷点剑灵果算了。剑灵果，一品剑灵果100个。吃了一品，吃不了。二品100个，一品100个，我立马全吃了。境界不足，把它全卖了去。那我枪法有什么用呢？枪法？卖了去，全卖。嗯，留个40个一品，美滋滋，我操！酒馆，力大无穷，我现在还有，没有力大无穷根本就玩不了。突破悟道境，三个道魂，然后并使用六品悟道丹，怎么弄？不给你多逼逼了，我的悟道丹。加一个，好，可以了。需要炼丹，不炼。有了，保存保存，借一点借一点。好，我要去修。练一波，练一波，好吧，练一波。操，去临阵。
看他妈谁敢弄老子，我操！保存一下。化神悟道突破，神魂三级，快速放入三个道魂，突破成功率80%啊！悟道只能80%。我想看你那个目力四射。地火明夷，剑灵专，剑灵精通，我操！一开始他就直接给我来剑灵精通啊！直接剑灵。这次突破使幻化出来的魔剑似乎有了灵智，甚至从敌人身上可以吸取灵力，人剑合一的新境界。人剑合一，剑灵精通。哇，这波老子不无敌吗？领域规则，开启领域之后，剑剑剑。哇操！剑剑剑领域，三剑。就是领域内敌人受到伤害时获得一层溃痕效果，每受到一层提升75%，0.75%的伤害。并技能射程降低25%，叠加150层，就是伤害翻倍200%。剑剑剑，剑人人剑合一，我操！人剑合一试一下，我要试试我的人剑合一的威力。去打个那个道场就行。道场？刚才你打的那个？血魅灵鱼啊。哦，你说道界是吧？我还打道界干嘛？我不需要打道界了，突破了呀。打个这个领域，领域怎么放啊？左边有一个圈，这个圈满了之后就开领域了是吧？对。这牛逼哦！妖骨收下，去找一下夸父。夸父，夸父在镇任龙门吧。心法可以学嘞，我这两个心法真牛逼，学了学了，这样学了，不浪费时间。三命大法，怎么了？直接一剑大道好吧。没事没事是吧？啊，没事就对了，没事。功能开启失败什么意思啊？
你把它关了，重新开一遍，右下角关掉。下角那小三角里，完了桌面有一个一休大师，把那打开。连左边就我的修改器里面就，这是160项啊，不对啊。你把它关了，重新开，选择一下。好了，修一下藏污。哎呀，极品炼神离不够。操，那对不起了。加个500。仙人还不止一个，几个轮着用，我还不能轮着用啊，轮着用怎么了？可以，美滋滋。三命大法，藏污一波。你加了多少血？不知道哎，不知道加多少血。刚才那个最少得加了两三万的血。身法冷却时间加的是真多呀。身法冷却时间降低50%。我操！什么概念？我操！什么概念？就是残战金，残战金要把什么？要把体力削下来是吧？那左边那个，这个下，我找着他了，谢谢。三命大法。三命大法到点不足，跟我说哥呀，给残证直接拿下来呀。你左边就给装上了，是不是要把天雷大法下下来？三命大法不是，你左边那个残战金得拿下来。不是，他同样的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天雷大法了。你看，哇，天雷大法风系持续8.7秒啊！天雷也很好，他这个不加持续时间啊。还有两个心法没得搞。天雷，这个不错，身法冷却时间50%，然后武技跟灵技减少25%，等于什么？等于一个无法精通降低25%的冷却平 A， 还有绝技冷却也降25%。那个只是多8秒的时间而已，不怎么样，这个牛逼。是不是最多可以带8个心法？对啊，你应该是少加灵气的，少加念力的。对，灵气，对对对，我灵气特别少。
灵气和念力，你这两个系。我看看有的卖吗？领取一下俸禄。灵气炼力，藏经阁。有加灵根的，你和你装备的是一样的，你就不是。都装备一样的，另外两个找不到，另外两本心法找不到，找不到哪里。我师父要。想想啊，别搞了。这个买了，什么叫开挂啊？这不叫开挂。参悟一下，舒服。和谐秘籍，到点不足。这是五万六的血，我天哪！到点不足。直接打个升仙大会就够了啊！升仙大会，好了，不搞了，哈哈，去搞一下来跨父吧。这个不着急，跌落山崖，雷灵根，跨父。舒服了，舒服了。我操，这个心法一换，无敌的感觉。我试一下，我去试一下，打那个人。用一个辟妖符。先把夸父。夸父哪里啊？夸父跑哪里去了？在左上的，就是地图的左上。哎，他也没图标啊。这荒漠中间。找到了，我先把这个 boss 打了。夸父死了就死了，无所谓，垃圾。试一下威力。哎呀，我操！哎呀，我操！
天桂枝，两个玉镯啊，还行啊。那个悟道的有俩坐骑，对，坐骑我可以换一下啊，坐骑可以换一换，有一个是买的，有一个是彩蛋，彩蛋，彩蛋坐骑，彩蛋坐骑什么东西啊？是一个鲤鱼的龙，鱼龙，鱼身龙头，鱼身龙头。那在哪里呢？彩蛋在哪里啊？老师，你彩蛋它还没开呢吗？哦，那还早。不过你可以弄着。脚力还行啊。换悟道的技能不换，我的化神技能够用了。左上化神的技能和悟道的技能就是伤害相差两倍。哦，我不是缺伤害，我是缺这些怪打我一下我就快死了。每月移动六格，他移动哪里啊？夸父到荒漠，移动到荒漠吗？就你现在这儿，他可以走过来，可以不用喂了呀。那我等时间他就过来了。一个任务，我等时间他就过来了。夸父，啊，大胆狂徒，渭河之水，为什么？你们霸占渭水上游多年也就罢了，现如今连我族最后的家园也不肯放过，有话好说或者赶走淋雨。有话好说，这个有话好说吧。口渴难忍，然后饮上几口河水与你何干，小妮子，你也不瞧瞧，不过半炷香的时间，河中之水便被你喝去大半，再让你喝下去，依附渭水的生灵如今该如何存活？该怎么办呢？询问缘由，或者赶走他。询问缘由有什么好处啊？可以给你做了吗？嗯，做了，就是一系列的那个，不给东西。那我直接砍他不就行了吗？砍他也行，就是加魔道点而已。哦，那我砍了他。不过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砍过他。才35万血，随便拿。哎呦我操，好疼！领域规则，剑剑剑！
位表啊。呀，小臂有点厉害啊。再来一波我就不信了。这风系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了。哇，打中一下我10000多滴血没了。卧槽，好牛逼啊。就这么点水压根就不够解渴，不管那么多了，再耗下去天就要黑了。给我算一卦，天宝真人，太岁冲克引血光，刀兵加身须提防，我需要给他180000，他保道友一路平安。我已经给他70多万了，都没有，没有东西。啊，是吧？可能最后有吧。这么坑爹，这么坑爹，我怎么办？啊？收一下，8点了，好好好好好好，那明天再继续修仙啊！今天咱们修仙到此为止，想明天接着看修仙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点完之后有主播直播就可以收到主播直播通知了，非常方便啊。保存一下，好，下一个游戏啊。哎呀，今天下午修仙修的舒服啊，舒服了啊，舒服了。好，给大家抽一台华为平板电脑，然后呢这个我再去上个厕所，马上就过来啊，上个厕所。来了来了，
好，华为平最后华为平板电脑还有最后的50秒就开奖了，然后点一下这个右下角电视机可以参与一波啊，然后给大家看个东西啊，给大家看个东西。好，新主播第一天直播啊，非常紧张啊，大家这个可以点点订阅支持一下主播。哦，好了，这个我微博呢在这个进行大抽奖啊，大家可以抽一波啊，然后呢大概过几天就要开奖了，然后呢只需要评论转发这条微博，只要评论转发虎牙楚河这条微博就可以抽取这个10000元奖金。我看一下奖品是什么，10000元奖金，然后50人获得雨露均沾一下，然后抽取50份男士专用化妆品啊，不是化妆品，护肤护理套件，每套价值300元，还会抽30个虎牙公仔，就是一共会抽取130位中奖幸运观众啊，礼品随机，礼品随机，有可能是钱，有可能是护理套件，有可能是30个虎牙公仔啊，有可能这些东西啊，这个随机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我送的都是男性的用具啊，女性用具会送一块，送一块啊，女性用具送一块这个吧，送一块这个，哦，在下面啊，送一块这个手表，这个手表怎么送呢，这个手表是啊，只需要在这条微博下面留言点赞最多的10个，然后我从当中抽一个，好吧，从当中抽一个啊，这个是女士的，就是男的我送你们50套护理套件，女的我送一块这个啊，好吧，这样可以了吧，这样就是男女都公平啊，都差不多啊。然后把这个灯调一下啊，玩这个双人成型啊，然后关注这个微博火牙楚河，然后过两天就开奖了，刚好可以两个一起抽嘛。双人成行，你们如果要你们女朋友过来抽奖的话也可以啊，就是去个那个手表下面留言就行了，让你们女朋友去你们就别去了啊，是吧。这手表哪里买的，很好看，你问我。这手表真货大概是800万人民币，800万，我这个是高仿，但也很贵。不要打问号。800万你要去买吗？这个高仿它里面的机械非常复杂，这个手表机械非常复杂，然后是全自动的，然后只要你动，只要你戴在手上，它永久它都会动的，所以很贵，所以都很贵。你像几百万的高仿货，一般都是在10000块钱左右都有。
10000块钱左右才能买到。等一下啊，永动机啊，对啊，永久都会动啊，不需要电池啊，这些表都不需要电池的，全自动的。就是说你怎么说呢，就是你戴在手上晃动的时候，然后它就会大概动个几 大概就会动个一天，你一直戴着它就会一直动，你不戴的话它就不动了，这样说你们理解吧。对啊，就是机械手表，走路就会有动力啊。人死了表就不动了啊，对，可以这么理解，对，是的，人死了就不动了。表不需要每天调时间。哎，你们这么多男的问什么？那是发给女孩子的，操！你们就抽你们的那个护理套件，跟那个虎牙公仔就可以了。还有那个现金，问那么多。你们男的好有什么好问的，都问半天了，还一直在问。来，二蛋拉一下，嗯，哦，开空调吧，好热呀！你们男的想要吗？想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高仿的天体飞陀捷克豹，大概价值，就是真品的话，价值是500万到1000万左右，然后如果高仿的话，是5000块钱到10000块钱左右，但是我觉得我不想送，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表你带出去别人看到了怎么说呢，你一个500万的表戴在手上，别人肯定不会信，你知道吧，别人不会信。你们带出去，我这为什么不送你们男性表，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你们带出去反而丢人。1000块的高仿他妈都不会动，它不会动，你知道吗？5000到10000左右的都会，都是差不多，跟真品差别不大。我送你们的表，就一眼就能看出来，别人大多数都能看出来。等一下啊，啊，不是说瞧不起大观众们啊，不是说瞧不起你们，只是说这个都不适合啊，它不适合。那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来二蛋，我把图发给你、哎、你把图发给我，给他们要看一下啊。好，我看你们要不要，你们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抽一个，但是说实话他真的怎么说呢，他是真的不好，我觉得你们戴不好，不适合。等一下我找段视频啊，所以说不是给你不给你们这些东西啊，是不适合。哦，看一下啊，绿水鬼，绿水鬼买才70000块钱，你买个二手只是身价而已，最开始70000块钱而已。别带绿水鬼，而且绿水鬼二现在二手都是10来万，只是升值了而已。
天体飞陀捷克豹每一款每一款啊，它都是300万以上，300万以上。那这个就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就类似于这样的啊，每一款表都是百来万以上啊，都是百来万，就感觉就是反正非常精细啊，看不到视频啊，视频的话看得仔细一点啊，啊，就这种类型的。它的地球仪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钟表转就是全转起来就是你都看不到啊，都看不到。嗯，你们看不到吗？你截的是游戏。哦，我截的是游戏，等一下啊，找个视频给你们看看。看不清楚，我操！啊，这个啊，刚好超清的啊，你们都没看到就好看啊。来，就这个，就这样的啊，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喜不喜欢？最低300万啊，最低300万。男士戴的，最低300万。这还丑啊，我操，这都帅啊。这丑啊，怎么看时间，那上面是时间啊，时间啊，还有日期啊，天数都有啊，这多屌，你们居然说丑。来，开始玩了，刚好阿丹到了。我还是继续玩这个胖子吧。非常精细，你们居然说丑，你们你们果然只适合戴女士表啊。哎，我的妈，你干什么？等一下，给您拜个年。哎，我的鼠标灵敏度好像好低哦，我调一下啊，鼠标灵敏度我也好低，我调一下。鼠标敏感度调到40好了，也还是好低。你调好了吗？好了。哎，还是好低啊，我感觉还是好低，怎么回事啊？你调个 DPI 啊，调 DPI， 那切出去的不好点东西了。水平视角敏感度50，垂直敏感度50，全部达到50吗？哎，现在好多了，来来来，开这个门。来，这下就舒服多了。我要开下空调。Challenges make you grow. What is it with you? Can't you just leave us alone? When you're willing to face challenges, you always learn something new. So remember, when you hear this sound.Follow it, keep following it, and you will find the challenge you seek.
这关好像看起来好难啊，这关。Welcome to your first couples challenge, win or lose. 哎呀，我看到底下俩字我就很羞耻，我很难受。那你不看不就行了吗？你很羞耻，你把字幕关了。Alright, you wanna give it a try? We haven't got time. 你在想啥？要不你来玩这个女的？我不玩这个女的，我还好点。我就玩这个男的。来嘛，来嘛，来嘛。Bring it on. 不要。我操！暴打迪克。等一下，这个钉子什么意思啊？哦，打地鼠吧，打地鼠，把头塞出来。哦，我把头塞出来，然后你敲我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你打我啊，来吗？对呀、啊。我看我从哪蹦出来，看谁的分数高啊，是不是？啊，哎哎。你干嘛出来呀、啊？哎，哎，哎呦，被你打了一下，居然！哎哎哎哎哎！哎呀，操！你把头塞出来呀、啊！很明显我赢了嘛，我操，你好赖呀，你这光弄一个头，不不，一个头都没露出来玩。哎呦我操，小逼 That's it. 打不到吧，打不到吧，打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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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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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你瞎锤还能锤到，哎，我赢了，你好赖皮啊，这个这什么赖不赖皮的，你技术不行，技术不到位。来跳过来看一下，不知道吗？操作都有点忘记了。操作。哦。哎。来。干什么？你干什么？操！你干什么？来看一下，抖抖吧。看一下这边怎么过来，看一下这边怎么过。我是不是用钉子刺刺过去？刺不过去。这里，这里吧。哦，我知道了。哦，钉子一次，从这边过来，我再把钉子招过来啊。这边好，你我丢钉子，荡过去，来，荡过去，到两，来荡，去啊。黑屏了，你黑屏了。Steady now。哎呦我操，好聪明，好聪明！来，我看我这边怎么过去啊？哎，底下有个东西。你那边有个什么东西吗？这这这这这，你锤！哦，把我锤上来。这边好像需要你钉个钉子呀。打过来呢？我仔细想一下啊，我想一下我这边怎么过去。哦，包什么？我怎么过去啊？你踩啊，这边门开了，这边。哦，我踩这个门就开了是吗？哦，定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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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漂亮，原来如此。这边钉子插过去，走。这个游戏就讲述啊，怎么说呢，就是一对夫妻俩要离婚，然后他的女儿把请求他们不要离婚，然后把他们两个变成了娃娃啊，现在女儿还没发现我们啊。
那个东西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扎过去了。哎，你锤这个东西，我这个变高，转动开关，射中目标来得分，用锤子击飞目标来得分。嗯啊，什么意思啊？我要插你了，我要插你。哎呦我操！哎，你这我怎么可能射中你啊？啊哦！这你好赖啊！这多简单呀，这么叫赖呀？这好像不是从这边打不到就打不到，怎么就赖？我就两颗子弹，我怎么打？你跑得那么快？哎，这边可以带抬你过去，过吧。你干什么？哎，不是跳上去吗？钉子荡过去。Hold on tight。哇，你按完这个按钮之后，我操，看起来好他妈复杂呀！但是我看懂了，啥意思？我一瞬间我就看懂了。Now, 你看好了啊。Cody, don't screw this up. Yeah, yeah, just get to jumping. 哦，我懂了，懂不懂？懂了，懂了，懂了。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招回去，过去。好，拉回来，来你过来，我再定住 ，OK， 跳过去，我再把这个招回来，再把这个招回来，过，定住。哦，聪明啊！然后你锤这个，我弹过去。哦，不对不对，还要我，还需要我。还有上面还有，上面还有。我再看，我再看，我再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记得荡这个钉子，荡这个钉子，看到没有？我钉上去的，荡这个钉子，漂亮，对，漂亮。上面别乱动，别乱动，我还没看到。上面还有，还有。找机会啊，这两个差不多位置。荡好了，荡。好样的。哎哎，你在干什么？底下能转死。得去高一点。可以了吧 ？OK OK OK， 过来了。然后我好像是去啊，去这，去这。来，嘣！这不就是夫妻游戏吗？是啊，夫妻游戏。我操！我这个钉，这个钉子。哇，我三个钉子了，我现在三个钉子了，帮我捡了个钉子是吧？你想一下，我这怎么过？我这肯定处理不了。你想想看，你在干嘛？什么意思呢？问你嘛，你能不能玩之前你想动动脑子，不要乱锤。你说你说我怎么搞？哦、我怎么过啊？这里他一直在转，动动你的小脑子好吗？那我要抬不上去啊！呀，我这边肯定要靠你，跟刚才一样靠我一样。我怎么过？不然我怎么过？你说我怎么过？啥意思？不知道啊。哦，我懂了。啊？然后过去，你要跑过去，我给你弹过去，弹上去，看到没？上面平台。是吧？来，快弹！哟，操，真个，哎呀！就那么简单啊，是吧？对呀、啊哦，是是是，我没想到。Oh, great. 哇，这边什么意思啊？这边，底下底下底下。平台。哎，别动别动，跳过去跳。我跳了啊！你跳你跳。来，
快快快快快！再跳一次，你再跳一次，再跳一次，快跳跳左边，跳左边，跳左边！我收定了。我在里边怎么跳左边呢？左右两边，你跳跳到最高处，扒住扒住，来跳。哎，搞错了，不好意思，操，搞错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能跳慢一点吗？你不知道我射的时候，你射快点啊！哎呀，你跳上去，别动，你别动啊！动没动没动，上去。OK， 别动别动，我再看一下。好，这个。哎，我这，你在看阿金光？不知道他掉下来了。问你吗？我都给你们路都铺好了，你就跳不好吗？我操，你急死我了！你是，我操！你这个蠢女人，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难怪跟你离婚呢，你有什么用？快跳跳跳跳跳 ！OK。OK， 我尼玛，这真是不容易啊！那你想办法把我抬过去，快！这玻璃也该锤了。哎，我来了，我来了。哦，这好像两个人一起抱的吧？这是盒子怪吗？工具箱。哦，工具箱。你在教我做事啊？钉子啥意思？不知道啊。我见到两下。哦，什么意思啊？过来呀，过来呀，在干嘛呀？过来呀，过来。我操！快来快来快快快！跑酷跳上去！哎！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你怎么被盯住了？啥意思？这是啥意思？我操！盯鸟，快救我！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你锤你锤！这我没想到，我没想到。等一下，等一下。哦，锤锤，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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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你一直锤是吧？一直锤，一直锤。来，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看影子，看影子，看影子。地上影子。影子哪？他会盯哪？这边。盯。啊！我操！我死了。快过来快过来，哦，真的很考验操作。这又是啥呀？快想快想快想，你想啊，啥意思啊？我他妈，我想不到，我想到，我能跟你说吗？锤锤锤！哦哦哦！叮！叮了！过去！这是双人游戏，夫妻俩玩的。
边锤锤锤锤锤，你锤你锤，相信我。OK， 走走走。等我一下，这是第二号 boss 吧？应该是二号 boss。哇操，二号 boss 开始发飙了！哟，这是啥呀？这是二号 boss， 看一下怎么打，看一下怎么打。他抬手了，他抬手了，吓一跳啊！我盯住了，我盯住了！我操，你打我！我盯住了，盯住了，锤他！跳过去锤他，快！我盯手，你跳过去锤人，把锁锤了，漂亮！锤他锁，锤他锁！哦，这样，我知道。他打你了，想办法，想办法啊！他铲子上面有个黄的，看到没有？我搞回来了。啊，没事没事，来接着来，等他抬手。啊，他用枪了。哎呦！